有请荣威品牌全球代言人龚俊。张老师好，张老师好。哎呀，大家说帅不帅？谢谢。哎，小心，你好好的反思一下啊。我觉得没有差别啊。谢谢叶老师。所以龚俊，你作为咱们荣威的全球品牌的代言人，今天有什么样的心情跟我们粉丝分享一下？哇塞，今天很激动，首先很激动，非常开心能够作为荣威全球品牌的代言人来到咱们会场，揭秘我们的全新的荣威 RX Plus 这款新车，非常开心，然后能够见到我的粉丝还有威迷们啊，非常幸运。荣威的粉丝叫威迷哦，你的粉丝叫什么迷呢？我的粉丝叫俊卫先。咱们粉丝们，我们大家公认啊，咱们龚俊是帅帅的帅哥，当然我们今天也有帅帅的帅车，不妨我们跟帅车四连拍好不好？啊、哦，可以，来有请。一连拍，二连拍，三连拍。四连拍，四连拍，等一下，我想想，开个门。谢谢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在这里呢，我要宣布一个福利给大家。刚才呢，龚俊在我们帅车边上做了四连拍，咱们荣威孙老板四连拍的这个照片，我们会洗出来，作为礼物。并附上龚俊的签名，你们有机会得到。那么接下来我们用掌声请龚俊入席。好的好的好的，老师们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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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好，张老师好。谢老师好。叶老师好。叶老师好。孙总好。孙总好。哎呀，我知道此时此刻，其实我觉得我也可以。来，虽然龚俊很帅，但是我觉得是这辆车给他加油。那么刚才说了，咱们龚俊呢作为荣威的全球的品牌的代言人来到了现场啊。哎呀，谢谢谢谢谢谢。看到这么多的粉丝这么热情，你有什么想法？哇塞，我刚才看到了之后非常的感动啊。是是，说明我们荣威的线下门店非常多，遍布祖国各地。所以是不是荣威的车迷？哎呦，还有啊，特别是龚俊的季风蓝版，哦，一定是男人买给女人的车。哎呀，谢谢孙总。那我太多了。粉丝对龚俊的这么热情，你要在现场来回答一下哦。哦，好啊，那当然是加入了我们的荣威家族，成为全球品牌代言人。最想听到应该是演技方面有进步吧。啊，你参加拍摄的新剧对吧？是。什么时候开播？你好，火焰蓝很快就会上映了。对，我饰演的是消防东山消防站的副站长。哦。然后会在优酷的宠爱剧场。请大家多多支持。收官了。最近什么时候考的驾照？驾照考的有点长了。大学的时候吧，科目一的时候，我自信心非常满满，我觉得这些题肯定没问题。哎，结果就遭遇了当头一棒。哦，对，第一次那个科目一由于太过自信，就差了一分。哎呀，好像没有，因为我开车。比较胆大心细，就没怎么被凶过啊。是吧？我来猜一下，那个教练是女教练吧？男教练。刚才呢是龚俊对这些问题的回答，你们满意吗？已经有一些留言了，不用我来读。好的，哎，第一个留言，什么时候带我们兜风呀？哇，那人可能有点多，得让荣威造一辆大。大巴，大巴。第二个留言，这车这外形长成了一副我买不起的样子。哎，这我得说说了，荣威 RX 性价比非常高的，买到非常值哦。嗯，加油。第
第三个问题留言啊，新款好好看，有动力学驾照了，赶紧学起来吧。看我们荣威 RX5 这车颜值这么高，非常适合大家。嗯，好，第四个问题，前脸变化挺大的，动感更强，外形很戳我。其实不瞒你说，我第一次看到全新 RX5 Plus 的时候就哦，这车外观可真好看，尤其这个流线型的这个车身设计，嗯，非常的时尚，不仅仅适合年轻人。好, 好，你们知道吗？为什么龚俊先生一出场你们都在尖叫？哎，所以我说帅，这个叫做同意反复啊，分泌出一个叫做阿片肽的东西，叫做 MOR， 你知道吗？然后激发的你们的兴奋，然后你们就说帅。所以首先对于我来说，颜值它肯定是个加分项，对对对，但是我觉得颜值不能决定一切，最重要的是要看这个人的三观，然后还有他的这个品性道德综合起来的素质。对，就像我们 RX Plus 不仅不仅颜值很好看，而且动力啊安全各方面都非常的好。看到龚俊啊，我觉得他比剧里面更好看。是是，我觉得他的颜值确实是给那个角色本身要加很多分的。哎呀，谢谢徐老师。薛教授，我对颜值的第一个看，我觉得我们对颜值的，因为我的品质值得这样的颜值。好，郑宇，我看你观察了半天了啊。对，所以你从社会学心理学的角度来谈谈颜值的问题。我们的大脑有80%的能力是用来判断这个世界有什么样的视觉信息，这好看的车就会卖得更流行，卖得更多。所以我们的全新的荣威，哎，我们要全面的领略一下咱们全新荣威 RX5 Plus 的颜值到底是什么？我们通过。好。哇！天哪，这太难了，我都没看懂。我的天哪！哇塞！中间好像有几个断掉了。哦，很快了。哇塞！哎，都好厉害。所以这是车前面那个格栅，车前面的哦，算是个格栅，好像是，你 看哦，还真是。哎，哦，你一直在猜答案。我们就是看图形我们都要猜半天。我觉得应该是 RX5 前面的那个散热格栅，哦，很好看。当我第一次看到全新 RX5 Plus 的时候，我就被它的前脸震撼到了，视觉冲击非常的强。我之前做了功课，它叫做龙鳞格栅，哦，也是我们中国龙的造型元素，融入了我们中国风的设计，然后配合我们流线型的车身，给人一种感觉像是一条蓄势待发的龙，非常的有运动感，有张力，我很喜欢。我们都会很喜欢龚俊的作品，喜欢他那种古装的翩翩少年的美感。倒过来的，我们好像是看到是因为中国文化就是一个自成体系的。然后你调整参数以后呢，造型模型就反映了三个方面吧。第一个能力呢，年轻人对于国潮的喜爱，我们融入了。第二个呢是创造力，举个例吧，让客户在使用的时候啊，那太方便了，非常适合女孩子，而且很多。对，从一定的程度上来讲，车，嗯，我们这边，嗯，你必须进。问，哎，啊，来吧，我先问一下，有没有一点紧张？我手有点出汗。题，它是脱胎于非常经典的 MBTI 测试，每道题两个答案，是或者不是。好，你 OK。好，现在大屏给我性格测试题的第一题，请问你是不是经常陷入沉思，甚至可以忽略掉周围的环境？假粉丝吧。但是我平时不会沉思。哎，所以就凭感觉。那就不是。第二题，对你来说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执行计划更重要还是灵活应变更重要？你们来答。应变，对吧？肯定是灵活应变。好的，大家都得变通嘛，生活中。对，嗯。第三题，你的家和工作环境都很整洁。都很整洁。这里面问他家，哎，你们都去过他家吗？
真的假的？我都惊呆了。我还是一个比较爱干净的人。你没有猜对了，对吗？第四题，你是不是可以很快就能感受到别人的感受？他们说是。其实有的时候我真的感受不到。我说话可能说得比较快哈，我这个人说出来可能有的时候会气到对方，然后我事后才知道，我其实当下我是没有那个意识的，我是不是故意的？非常坦诚，所以你选择的是不是？不是。好，否。第五题，对你来说，有趣的书和电子游戏可能比社交活动更有吸引力。那是吧。你平常都玩什么游戏，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吗？平常玩梦幻西游。你们也有玩的对不对？所以我建议一下孙总啊，你们要开发一下全新荣威 RX5 Plus 的赛车游戏。哎，是真的，孙老师，车上现在可以移植植入很多游戏进去。我们现在正在开发，将来车就变成一个游戏空间，在车上就可以玩很多的一些游戏。那太好了，拭目以待。像我这种热爱电子竞技的啊，非常适合。第六题，刚好说到车，你对一辆车拥有先进的智能系统帮你处理复杂的路况，你会觉得是非常的喜欢还是觉得有点担心？肯定是喜欢的，因为它会帮助我们去处理各种复杂的路况也好啊，或者是导航之类的，我觉得这是肯定是一件好事。所以这个车的智能系统是你很看重的一部分，对吗？是非常重要吧，我觉得在未来。对。第七题，你的梦常常是跟真实的世界和事件相关的。我应该不是，就我做的梦都比较天马行空。第八题，你更喜欢那种即兴的畅快的表演，还是更喜欢经过精准训练的控制性的表演？应该会选择 A 多一点，但是 B 它也不会是错的，因为精致的排练可以呈现给大家更完美的效果。对，但是我的话我可能偏向 A 一点吧。然后第九题，你会经常思考人类存在的意义吗？我不会去思考这么复杂的问题。我觉得人类存在的意义就是开荣威。对。好，那最后一道题真的是你个人的一个性格的表现了。如果你是在长途驾驶的话，那么车上你是会放一张喜欢的 CD 反复听，还是会放多几张 CD 一直听不同的 CD？ B。 哈哈，你们猜的不对啊，一张 CD 很快就听腻了啊。十道题我得出的结论，龚俊看看对不对。龚俊是属于内心激情澎湃很有劲儿，但是在外面的时候会时刻保持清晰和理智，他具有超强的感受能力和表达能力，所以大家会喜欢你这种主角人格。这一点刚好跟我们的全新荣威 RX5 Plus 有奇妙的吻合，因为这个车就属于内在的动力非常好，操控很精准，舒适体验，但是他把所有的这一切，把这些锋芒都藏在了实力当中，带着龚俊一起来探索这个未知的世界。哎呀，掌声给一下江老师。谢谢江老师。作为这个全球品牌的代言人呢，对 RX5 Plus 呢你是非常了解的，谈一谈你驾驶的初体验。初体验，首先哈，当我第一眼见到全新的 RX Plus 的时候，我刚才说了，外形非常的吸引，我很喜欢这个前脸的造型，非常的凶猛，感觉一上来给人一种视觉冲击力非常的强，包括它流线型的车身，然后啊，当然是它的动力，它是 1.5T 十佳中国型发动机，非常的厉害，搭载七速湿式双离合变速箱，外形和内在都非常的出众，对，非常适合我。哎呀，好达的东西，龚俊，所以我最后只想说一句话，加速更快，一定要有新的。第一个啊，有这坐骑要啥自行车？对，网友应该是会打游戏的，坐骑在我们这个游戏里面，就像荣威 RX5 Plus 神兽坐骑啊，非常的稀有，非常的珍贵啊。第二条，高手过招，动口不动手，说的是我们刚才动画片里面的这几位角色吧，然后我们荣威 RX5 Plus 一马当先，一骑绝尘，直接冲了出去。
第三条，我就是只动口不动手的懒人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形容 他是形容他自己。对 ，OK， 好的，我知道你是了。第四条，我们家永远都是我妈动口指挥，我爸动手干活儿。哦，也不太像我们家。我们家我爸做饭，我妈打扫卫生。哦，你爸爸做饭，妈妈打扫卫生。对，一般都是。所以换过来，如果妈妈做饭的话，你觉得那个饭可口吗？如果我妈做饭的话，我应该是在打下手吧。哦，对，有点乱。多说些好话。那我太太就会少点对我，少一点对我动手。啊，真的吗？薛老师，您这么形容有点像我们成都的一句四川方言啊，叫什么讲？耙耳朵。对，就是耳朵耳根比较软。对，比较听。对，老婆的话。我太太耳根比较软啊，是吗？多说些好话就可以了。哎，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只要跟太太多说一些好话，然后呢，太太呢就不会对他动手。哦，明白。那跟我们四川相反，相反，100%传达清楚。但如果你用动作的话，它会有很多表意，有的时候误判就会造成失误了。啊，也是歧义。很多家居都已经开始就是互联网化了，就回到家里面，我说开动音箱就开始放歌了。哎，很神奇。你这是打人了，这个张老师讲，他是谢谢猴哥，我也是看猴哥，我经常刷你的视频，谢谢，车评我就看你的。哦，你觉得是？其实说实话，冉冉老师站在台上，我就觉得我们肯定输了。但是，为了 RX Plus， 我也要拼一把。好。刚才各位说硅会爆出一串20笔的6位17减11，它是什么算式呢？它就是13加17示意啊。那么现在我们专业的评审一起来算，如果你可以举手就看谁快，准备好了听我口令，14万7380，27万8095，减46万1830，减2。厉害，这是负的，术业有专攻。对，是的，对吧？咱们机车骑得好。对，这是他的。我跟他必须死一个，你知道吧？怎么按了这么多出来？4000多亿，都已经超过他的范畴了。一个是人脑。还有一位。哇哦，厉害！题目对我来说太难了。是，这里面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。比如说用手去摁个空调，时间是，但是这1秒钟时间。谈到了这个威纳斯啊，我告诉你，咱们 RX 重要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想请避免意外的责任就越高，为车主分忧，实际上就是主动责任有担当的。给我的感受非常的吃惊。我说现在智能系统能够这么厉害了吗？因为我开车的时候非常喜欢听音乐，我就会跟他交流，我说帮我放一下这个最近热门的单曲或者歌曲专辑之类的，他都能听得懂。是最让我吃惊的是，我用四川话跟他交流，他也能听得懂，这就很神奇。方言版。是吧？对，我们待会儿来考验一下。好，所以沈总，其实我们就是给车上从2014年开始呢，升级和迭代，目前互联网智能系统呢，经过了500多次不断的后续的软件的这个更新，我们现在已经推出了很多特别实用的应用，比如说支付。其实孙总是，我们知道他是说的，叫做 Venus。哇哦，你真贴心啊！哇哦，哇哦，凉拌折耳根烧熟肉。哈，这不是我说的吧？折耳根。哎，你是？我听懂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我比较爱吃的，然后是一道非常有特色的川菜，叫做凉拌折耳根，凉拌折耳根就是鱼腥草。鱼腥草。然后还有一个小酥肉，我非常爱吃酥肉。对。因为我之前拍大片的时候也跟他交流过，我觉得刚才的谈话内容哈，对他来说，比较简单。对。我们来一段。哎，你好，白马。你好，老公。
我们看起来有点眼熟哦，是不是见过？好看的人当然眼熟啦。啊！哇塞，我和你哪个更帅更好看？这还用问吗？你是最帅的。我想看星星。安排，正在为你大开天窗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还有啥子大招放出来给我看一下？跟你来段绕口令吧。山上住着山老子，山下住着山小子，山腰住着山哥山嫂子。厉害，哎，但是，哎，我觉得他说的不太标准，但是很强了已经。是，但是让我们荣威呢再给你学习一下。哎，人机交互。哎呀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希望你能够夸一下我们全新荣威，请你用。嚯，好，来来，反正我也听不懂，来。嚯嚯，这个车真的是卖得太火了啊，太火了，简直就是活久见，我赶紧豁出去抢一辆。哎呀，真是了不起啊。听完我们几位嘉宾的描述以后，从推理力上来说，哇塞，掌声给孙先生。好，我们讲了价格到底是多少呢？下最强大脑最牛的最牛的，除了选手中，接下来我们就对看起来觉得好看震撼，像艺术品展览。阿妈要不拿回去放在客厅那得是个多大的家呀。本质是拼图，我们都玩过那二维的拼图。我的天啊，这哇，好厉害。有请科助，请把答案带到我的身边来。十点点三三，哇，厉害！好厉害，这里面稍微有一点微小的区别。我们开始验证标准答案，请入题通过。志玲能够看到那个点真的不容易。没错，加了很多的功能，无论……哎，我知道啊，是多少啊？但是我不说，得保密。对，这是这样啊，就是我觉得这辆车非常好。然后的话呢，尤其是今年请到了龚俊作为全球代言人，是吧？龚俊现在实力这么强，这么红，谢谢，粉丝又这么支持，是不是？所以我觉得孙总啊，咱们就别往上抬太多啊，就800万一辆。我也不知道，只有孙总。哇，一样的自享版。哎，孙老师，我来嘛，今天来作为咱们荣威代言人，也是带着一点任务的。哦，我想问一下哈，能不能为我的粉丝还有各位荣威的粉丝争取一点福利呢？哎，终身免费。对，哇，啊，厉害厉害，哇。惊喜了，是终身质保，终身免费保养，这得花去很大一部分钱呢。对，是的，但是我今天来了，我这个脸皮哈也豁出去了。哎，我得替各位这个哈荣威的老车主们问一问，孙老师，咱们这个优惠的空间还能不能再多一点？老车觉得他是咱们的粉丝，在原来最高6000元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，我们这次我们不仅在你这不管是新车主和老车主，对啊，一路走来不断的提升自己。接下来我们你好，斑马，我在，很高兴为您服务。Plus 限量版季风蓝上签名，请科助递上签名笔，谢谢。好，掌声鼓励一下。现在请观众打开手机。观众
三二一，好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我光临全新荣威 X5 Plus 的发布会的现场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各位到场喜欢我的粉丝朋友们，谢谢我的君威先，谢谢威迷朋友们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